胡彩斌老师带来紧张的歌声。
Thank you.
Oh,
家里的幸福，最后的一个季节里我落下，啦啦啪啪，老的松花草啊，南湾南海归呀归呀，晚娘多情的我，如秀如晚。大家午安。午安。在我们佑成去准备他的乐器的时候，只好我来串一下场。我是社大曼陀林乐团的指导老师哈。我在社大开设曼陀林的课程，那到现在是三年整。那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三年了，我们要做一个整理给我们喜欢我们的人，或者是喜欢这个乐器，或者是对这个乐器很不熟悉，但是有想要来了解他的人，把我们曼陀林这个乐团的声音呢推广出去。所以我们就跟团员商量了一下，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这一场音乐会。那因为是大家第一次在台上正式演出，虽然刚刚市长有推荐我们有推销我们说我们在市公所的表扬父亲的大会上面其实有演出，可是那个是一个小场的演出，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初试提升啊，试试水温啊。那一次要弹这么多歌，就是大家的准备要非常的充分。我想我的团员们我的伙伴们应该有很多人是压力很大的，那其实包括我在内我都压力很大，但是因为要把歌曲完整的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很认真很认真，然后一直不停的加练。那今天的我希望上半场的曲目大家还喜欢吗？好，那爱慕歌手那当然就更没话讲了，这是我们自我推销一下哈，这是我们县内非常优质的一个歌唱团体。那接下来的这三首歌呢，就是
真的就是曼陀林的曲子，我们刚刚弹的曲子都比较轻松，那接下来这三首歌它就比较吃重，比较吃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要担任，包括我们佑成他要为我们担任 cello 的演出。那我非常感谢佑成他的鼎力相助，不但帮我出喉咙，还要帮我出 cello 的声音，然后我非常谢谢我们台中他愿意陪着我们这一群欧巴桑，还有欧弟桑对，大家都不是很专业，那对凯中来讲，对郑凯中老师来讲，可能对他的耳朵其实是一个伤害，可是他就愿意被我们伤害，然后带着我们进步，我再一次谢谢他。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凯中老师，请大家热烈掌声欢迎郑凯中老师。